今天又是我 Rose Time 咯，今天是周一，加上熬夜观看卡达世足赛。哎，大家有没有 Monday Blue 啊？先不要 Blue， 先带大家来温习最新的世足战况咯。爆冷加上大比分不断上演，哎，法国成为了第一支杀入16强淘汰赛的国家了。而小组一组战况诡谲，竟然没有一个国家笃定进入16强，到底谁才能出现呢？体坛分析师今天又到了罗宾车坛，不要以为 F1 已经封关，就是赛车季已经结束咯。看看今天罗宾主播还有可爱的 Kiki 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赛事呢？而另外台湾职篮有魔兽风潮， NBA 赛事也一样哦，不能够错过风波不断的篮网。出战拓荒者，字母哥领军的公路队将要对战欧洲金童 Doncic 的独行侠，非常精彩。每天早早晚晚 ，Eleven 体育家族锁定体坛观测站，还有 YouTube 斯波特运动休闲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了。我 Rose 等你哦。